现在就是以后想回头的理由，什么都没有用，爱是唯一的挽救。我不怕爱的过火，就怕没人懂我，却听见心在大声呼喊，到底谁说爱要解脱，伸出手带我走，找到下个出口，让寂寞放过我，我们握住双手到世界的尽头，看清楚、oh yeah, 你不必想太多。谁说爱要结果，伸出手跟我走，解开心中迷惑，我已经跟分队长讲了，到分队参观的事情没问题的。他知道小伟就是那谎报火警的人吗？我跟他说过了，他也蛮同情小伟的遭遇，没问题的。你是不是认识我们队上一个叫唐汉生的？是啊。你们怎么会认识啊？巧合吧，反正就莫名其妙就这样认识了。我怎么都没听你说过，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、啊。你一定觉得唐汉生这个人很酷，对不对？那是你跟他不熟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人孤僻、自大、骄傲。我就说真的好不好？我跟他同学两年，认识他人都知道。哎，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？难道你怕我喜欢他？阿手，我们都已经分手这么多年了，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啊。不过你放心，不管我喜欢任何一个人，都不会是唐汉生，因为跟你一样，都是消防队员啊。对了，你枪伤住院的事，我已经跟你爸说了。什么？我不是叫你不要跟他讲吗？可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不想说谎啊。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我参加消防队，你现在又跟他讲的更有理由反对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要我怎么做啊？帮你粉饰太平吗？如果哪一天你真的出了事，你要我继续骗他吗？我没有要你骗他，你就说你不知道就好啦。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啊？你太自私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啊？当你进出火场的时候，没想到那个在家里等你人的感受呢。为什么老是为了同样的事情争吵？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，只想到自己的感受，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也没有考虑到你对消防的热爱。一个天平摄像头，站着两个自私的人，难怪会分手。没有了，是我的问题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先去忙吧，你来分队再打电话给我。我最近在跟一个女孩子约会，她是记者。很好啊，要好好带人家，知道吗？拜拜。姐姐，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穿那个消防员的衣服吗？对啊，小伟，你不只可以穿消防员衣服啊，还可以坐消防车了。还有啊，姐姐帮你带来相机，等下帮你拍照吧。先生，你值班了。对啊。小伟，你怎么了？
早上队长说有民众来参观，就是你们。是啊，所以我带小伟来。小伟，小伟他很喜欢消防队员，但是他很怕你。那是因为在黄豹火警被我抓到。我知道你是依法行事，但是除了法律之外，应该有别的东西吧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下次轮休的时候，把时间空出来给我。你要干嘛？你把时间空出来给我就是了，我自有安排。坐飞机，然后空中小姐问他要吃什么，他说把乘客名单拿给我看一下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就这样。为什么没有然后？再告诉我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们在笑什么？小伟，没有什么啦。消防队哥哥已经在这里了，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。那个是什么？哪个？那个啊，那个。所以不要慌张，要迅速躲到桌子底下，然后用手保护头部，像这样。妈妈，不要害怕，消防队哥哥会保护你。建筑两条水线开始。就怕没人懂我，却听见心在大声呼喊，到底谁说爱要结果，伸出手带我走，找到下个出口，来，大家拍一张合照好不好？
张。队长，谢谢你。哪里？不要客气。爷，你也来，我们一起照。好，我来。哥，照相。一起来。干嘛？来啊，要笑了。来，你今天怎么闷闷的？有吗？是不是后悔了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我男朋友啊？才不是嘞！那你到底怎么了？有事说出来，心里会舒服一点喽。哎，我问你哦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怎么变成你在发问啊？我想知道啊，条件那么好，怎么会喜欢我？我是女生哎，你这样问我，我怎么回答你啊？那不然用写的吧。好，几根笔。是记者吗？你应该有的啊。你很不浪漫哎。好，我写，不准偷看哦。不管结果是好或是坏。哎，你写好了没啊？不要催我啦，快好了。那给你。干嘛那么神秘啊？你管我？喂，朱桃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以后你出勤务的时候，一定要安全回来。那说话算话，一定要安全哦。一定。大声点，我听不到。一定。我看得见幸福的存在，却是因为你给了我信赖。感谢的你，原来才是最OK， 吃饭。哎，何柳剑，不是下个月才出狱吗？表现良好，所以填出来了。你为什么不打给我？怕你向你救火啊！不好意思吵你啊。你的行李嘞？在我朋友家。去把你东西拿回来！我不准你再跟那些人鬼混。你说话给我客气一点。什么叫那些人？我小时候被欺负的时候，谁帮我出头？我小时候没吃饭的时候，谁照顾我？他们是我的朋友啊，大哥。算了，我们这么久没见面，不要为这种小事吵架。身上有没有钱？先打一点来用。对自己亲弟弟不是这么小气吧？你要多少？先拿个10万来。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我租房子不用房租吗？我找工作不用买点像样的衣服吗？我吃饭喝水不用钱啊？你不想接就算了。
自己想办法。你等一下，去领给你。不用，我朋友在外面等我，明天找你拿。我明天要上班，你后天到我家拿。我明天到消防队找你。不要去消防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怕人家知道你有个坐过牢的弟弟吗？放心啊，前科是不会写在脸上。我都不怕丢脸了，你怕什么？女生，发现呼吸道被食物或其他异物阻塞的时候，而患者还有意识，我们就采取哈姆立克急救法。来，我们请紫手还有水来为我们做示范。来，由水来充当患者。首先，急救者呢站在患者的背后，前脚置于他的双腿中间呈弓箭步，单手握拳置于肚脐跟箭突的中间，另外一只手环抱了患者。接下来呢？是由内而上的不断的挤压他的横膈膜，一直到呢患者呼吸道中的异物被排除为止。这样大家了解了吗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把这里当成是舞厅还是 pub？ 他们是来找我的。队长，对不起，我去请他们离开。好，现在大家两两一组，来，我们做分组练习。消防队前面不准停车，马上把车开走。钱给我，我走。明天跟我去看吗？再说吧。什么再说？你不要忘了，都是因为你不学好，妈才会进来疗养院。你不要把针都推给我，他自己本来就不正常。你现在才要摆出哥哥的架子，不会太晚吗？你以为我还是以前不懂事的小子吗？干嘛？安神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可以打人呢？队长，我没事。那是我弟。长官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对不起，以后不会了。没事吧？想不想谈一下你弟弟的事情？队长，我不想谈论我的家务事。汉生，我们消防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你们就像我的家人，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情，家人之间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不是吗？好吧，等到你想说的时候再找我好。
姐姐。少伟。姐姐，照片洗好了没？哦，姐姐忘了拿去洗。没关系啦，姐姐明天一早呢就拿去洗，洗好了马上拿你看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不可以骗我。不会。打勾勾。好。小伟，你吃过了没啊？吃过啦，妈妈她要煮面给我吃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小伟，你也喜欢海边啊？喜欢啊。可是，妈妈太忙了，她要做生意，没有时间带我去海边玩。姐姐，这本书可不可以借我？当然可以啊。对了，小伟，不然这样好了。姐姐带你去海边玩好不好？真的吗？那姐姐，我们找消防队哥哥一起去。消防队哥哥要上班，应该没有空。姐姐，消防队哥哥他们上班一天，休息一天，你问问看他嘛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就去找他去玩好了。真的吗？耶！海边，海边，海边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小伟他说一定要找你玩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我放假在家里没事。姐姐，你看，姐姐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这个给你。要成为消防队员的。一场火灾，至少一个破碎的家庭。我不想再看到这种事情发生。其实我觉得火场好恐怖哦，你会害怕吗？再可怕的火，也比不上罹难者家属的眼泪。哥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快点过来啊！哥哥，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。一定会活着走出火场。是厌倦在你心里的负累。原来自信的翅膀只是一线翅膀，最只是掉眼泪。心还有感觉，就该给自己机会。经理，你这一句紧急出货指示灯不会亮哦。那个找个人啊，去把那个灯修一下。还有你这一句也不会亮。不要这样，大家都好朋友，对不对？火灾是不会等人的。不要这样子。经理，下次赶。经理，我们刚询过，你这里少了五个照明指示灯，还有。哎，这我知道，下次一定改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是下次改不改进，你那个早就坏了。还有那个，还有，你看看这个灯，这个也故障了。经理，这样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必须把开你限期改善通知单。不要这样子啦，有话好说啦，下次啊，你来店里，我请客，我介绍几个好玩的妹妹给你认识，好不好？对，小意思。啊，经理，拿去喝茶。我当消防员不是为了钱，你可以拿这些钱去改善你的安全设施吧。对，经理，顺便呢，你的紧急照明灯要检验合格的哦。还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麻烦把那些老旧的警报器通通都给换掉。阿手，这张我来开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啦，大家都好朋友，下次你来店里。喂，还不给钱啊？
这没事啦。哎，我觉得靠来靠去没什么事情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情啦。好。下面，进去，进去。喂，我刚刚在酒店做安检，遇到你弟。他好像在那里做维系。我这里有他的地址。我把它放在这里。民权分队到现场，现在现场外观有浓烟，请求支援。阿手，布两条水线，破坏手带破坏器材跟我上二楼。还有，大家小心一点。
汉森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照片已经拿到了，我觉得照片真的是很好看。还有，这里像医院。是他妈妈。我有话想跟你说，你们进来吧。小伟，小伟痛不痛？真的不痛，不要哭嘛。妈妈不哭。哥哥，我跟你说，有人玩火，我阻止他们。打我，可是我不怕，因为我是消防队。了不起的消防队员，姐姐，小伟什么事？找照片，在这儿。小伟。小伟好帅，你看小伟好帅，小伟。没有消防队啊。有，天哪有消防队，小伟。小伟，小伟，小伟，小伟。
啊，跳第一次，报什么两次？好。如果再早一点就好，如果再早一点就好了吧。你已经尽力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这段时间你们两个每天跟着消防队跑来跑去，辛苦你们了啊。不过下礼拜开始啊，你们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，因为下礼拜开始你们的节目就停播了。那原来的时段呢，我准备放谈话性节目啊。经理，为什么我们节目收视率一直不错啊？这个我知道，讲白了是上头的问题，上头是希望可以借着谈话性节目啊，跟政治人物扯上点关系嘛，啊。那至于你们两个，我有打算。你吧，啊，你不常跟我抱怨，当摄影师很辛苦很累啊。我乐在其中。是啊。既然这样就算了，我本来想把你调到导播组当 FD 的，既然你那么快乐，那就。哎，经理，我话还没讲完。虽然呢，这个乐在其中，不过。苦不堪言。后天调导播组了。Yes, sir。那至于佳佳，你要有点心理准备哦。下礼拜一上主播台，下午的整点新闻交给你了。谢谢经理，谢谢经理。好好做，不要让我难做人丢脸。是。刚刚经理叫我跟小杨过去，他告诉我们两个。喂，对不起啊，我在出勤，我再打给你。OK， 拜拜。喂，喂。出勤务在忙咯，拜托，你要当主播咧，这么大的事打扰一下会怎样？那，喂，对不起哦，今天下午突然发生火警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有没有看那个钥匙圈？什么钥匙圈？没事。要不要帮忙？哎，
不用。啊，喂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啊。对了，今天火场的状况怎么样？哦，没有人员伤亡，火势也被控制住了，没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下午有事要跟我讲吗？今天我们经理呢叫我跟小雅到他的办公室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从下礼拜开始啊，谈恋爱我要谈恋爱，我要谈恋爱呀！喂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关系，你先忙好了，明天你不是放假吗？我们见面再谈喽，拜拜。哦，好，拜拜。队长，那是我的。那场火不但夺走我爸的生命，也毁掉我全家。就像过了一世纪，心冰冷到底，我沉默在海底，呼吸没力气，好像快要被。我觉得你没有特色。想起谁给我生命，一出戏来得快去得容易，给太多真心就害怕会伤心，在人世间叹息，错过了你却不能够清醒。天堂消防队，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像那样的消防队。你敢去我就揍你，敢给我先落跑，我一定扁你。你也一样，如果你敢先落跑的话，我也一样会扁你。我们都还太年轻。